火爆差人拍住斯文学院派，呢位就系欧阳锦面督察，睇唔出你呢个大学生啊，有胆同我揽住个贼一齐搏啊！立志报仇，凶手就喺身边。老爸，俾个贼用枪打死，我一定唔会放过佢嘅。我们的甄子丹，干贪群英，星期六日 TVB 经典台。